甲咱开温下水，啊，由咱营养师讲，啊，甲咱冰敷，哦，互咱会当咧吼，啊，甲这水里来，啊，伫咱身躯，啊，这水会有这个水吼，都会当咧解清洁，啊，咱用来上盖上的好物品，甲咱结合起吼，这个是亚姐，这个是小。啊，只不过无参加到吼，咱望你讲话爱宣传了，爱去甲报名吼，咱就是啊，七月初一日哦，下晡两点吼，啊就正式啊，这个书法来个亚旗。啊，即马经过了咱感谢台，是咱新的东林宫吼，啊就是咱地藏菩萨吼，啊这个团队吼，感谢伊的这个跑车。啊，伊要对这个正平吼，这个东门街地址，咱右手边所有的信徒。非常欢迎咱东林宫咱的曾主委吼，啊，带队率领，啊，来给咱新竹高雄观啊站脚，准备来，领导来坐。谢谢，谢谢，感谢的东林宫高雄观啊，啊，今日辛苦你啦吼，辛苦你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曾主委，谢谢曾主委。很注意啊，虽然新竹市啊，近年来啊做非常非常多公益吼，每一年啊，这个很注意啊，每一年都吼，然后赞助咱新竹啊，咱这个啊社团法人崇德会吼，非常非常的地最地力吼，来帮助这个弱势的团体啊吼。目前咱社团法人新竹市崇德会。所有在帮助这弱势啊，这个北里来玩啊，有两间庙吼，啊，头间就是新竹多祥公庙，咱城隍公爷；第二间就是咱啊，这个东林宫吼，咱地藏菩萨吼。我特别吼，为了这两间庙啊，我有甲市政府先处理一个民生的土地吼，啊，一下无法度甲完成，吼，我写去誓言呐，啊，那是重庆。城隍广布施得到地藏救苦难啊，之余啊，再来个挂台啊，功德会让你民生的构建跟价值啊，社会让你就是作用啊，非常感谢，再次感谢哈啊，除了咱东林宫哦，除了咱地藏菩萨，咱三个大帝啊，对咱新竹市民的庇佑，嘛感谢着啊，咱技术人员、资源委员、董事长哦。啊，对咱社会吼，这个弱势的帮助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再一次感谢吼，咱新竹多祥公庙，咱祥公爷，咱就当年中地藏菩萨当当大大的，啊，对这个慈善啊，这个帮助吼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着咱员工，感谢咱公庙中所有工作人员辛苦，来辛苦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出行啊，伫咱内地呢，就是咱中岳大帝吼，那头前呢，就是咱地藏菩萨，咱看哩个赤丘顶啊，是神龙大帝吼，斗丘顶吼，是咱岳武穆王吼，咱哩这个外威甲将军吼，非常的啊庄严，非常的赞吼。注意安全，谢谢，来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